我是公安列车长的112号，一月14号，瑞芳站哦，6:03，我本来是23车，然后到浙江站哦，嘉义，原813。来了192次，那个超速发射将海鲜港花莲的 DR 3100型转变成直向号，在瑞芳站16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192次在瑞芳站通过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